大学第三期教学卓越计划的目标是引领学校达成培育五育并重、集聚国际观之产业人才的使命与价值观，更创新应用巨量资料分析的概念，探究教育资料透过课程革新、制度改革及跨技之学习型推动课程与学涯分流，培育五育并重、具国际视野与福音产业趋势之人才，最终达成学用合一之教育里程碑。在学校学的丰富的专业知识跟技术技能，就像这把拉满的弓跟蓄势待发的剑，随时准备好，你们就可以达到你们既定的目标。为提升学生之专业知识与技术力，教学卓越计划提出课程再造，以整合基础、课程分流、特色强化、精进课程设计等方式，同时增加实务训练、证照辅导与奖励及总结性课程等机制，促进职能衔接，满足学用合一。言行不仅大大提升了我的英文能力，更拓展了我的视野，进而成为国际的移动者。为培养学生具备带着走的全球移动力，敢于跨越樊篱至世界各地学习、体验与旅行，另以提升学生通过英检比率为目标，提高校内整体英语授课比例，增设英语学程和英语专班等，打造优质的外国语言学习环境。回馈的平台，借由活动中与同学互动学习等，确实增进我在团队中合作协调的能力。为培养学生具备企业手中之团队与合作能力，推动校园内多元化群体学习及增进校园活力，提升同侪良好互动合作关系之目标，并鼓励学生创造自我实现的机会，从学中做，做中学，强化学生行动力。教学助理是教师与学生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，借由协助教与学的过程，提升自我的学习能力。为培养学生具备可塑性与学习能力，学校建立完整实习制度及措施之标准流程，提供学生优质实习机构与实作训练及参访活动，使学生将理论与实务做结合，借此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及学习成效，以达学用合一与业界无缝接轨。并为自己的思想找出价值，不要妄自菲薄，被框架设限，失去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为培养学生具备创意创新能力，鼓励学生参与创作，注重多元能力之培养，扎实专业学科能力之外之综合能力，鼓励学生将想法化为行动，透过创意的发挥，累积自身就业实力，增加未来就业实力与机会。Try and error， 自己找出原因，尝试处理，体验错误。如此一来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在自我训练当中不断的增长。为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开设多元的讲座、工作坊及翻转教室，借由探索、分析、实作、讨论、个案研讨，融合大数据概念分析及发展趋势，提升学生探索问题以及有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储存实现梦想的能量，保持不断进步的信念，面临未来社会的挑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Yes, I'm ready!